干啥呢？你这不就想上胡同口新开的烧烤店撸几个羊肉串吗？你这整的像做贼似的呢。你能小点声吗？他还不让说话呀？算了，别让我兄弟听见了。咱俩去吃饭跟你兄弟有什么关系啊？咱俩上这个胡同口那羊肉串去撸串去。对呀、啊、你是不是路过我兄弟赵博开的饭店的门口？必经之路。这不就结了吗？媳妇儿，你说句心里话，就我兄弟饭店做的饭菜，你说好吃不？好吃不？哎呀，那是齁难吃，齁难吃啊，比齁还难吃呢，太难吃。差不远没给我齁死的，所以来说，咱俩想去吃串儿、啊，就得悄悄的，咱俩溜过去，别让他发现，好好戳一顿。啊，听我的。明白了，走。啥呢？是啊，找啥呢？啥上丢了？那个啥丢了？丢啥了？没丢。不是，不是，兄弟，你咋从这儿冒出来了呢？啊？啥话说的呀？还冒出来的？兄弟，你搁哪拱出来的？不是，我豆芽子还拱出来呢。不是那个，今儿得了，进屋吧，想吃点啥呀？今天不吃饭。对对，不吃饭不是干啥呢？太外头了吧？就没想吃饭，完了出门钱都没带。对，你带了吗？那带啥呀？没心思吗？一分钱都没存。骂我，纯骂我，到我这儿吃饭用花钱吗？啊，用花钱吗？埋汰我呢吗？那不是？不是兄弟，你看人家大哥，你坐快点，不是大哥，你坐着。兄弟，能不能坐？坐啊，坐稳当，坐好。想吃啥，嫂子？随便点，啊，随便点。不是你，不是就不想吃啥、啊？不是兄弟，这个你嫂子这句话说的是发自肺腑说的。是，你说兄弟，你说，哎呀，这些天吧，就一从你家这门口路过呢。不是，完了你就给俺们拽进来吃饭。嗯，一个星期都吃八回了。你这不小事吗？不是，关键是你嫂子把你家的饭菜都吃遍了。嗯，那一合计，完想吐。兄弟，你没听明白？不是我，你咋我要我咋明白呀、啊？不是吐了，你这都恶心了都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啥意思？不是你，我兄弟能听我好好说不？我跟你说说我啥意思呢？我就说什么就你嫂子不说吃你家的饭恶心，就是恶心，吃别人家的饭他也恶心，都恶心。那怎么可能呢？吃俺家恶心，吃不人家也恶心，俺家给拐他的。不，你这啥话？什么？我你是你那这不就见外？你能说听哥说的话不？不是说你啥恶心，你解释。不是恶不恶心？不是谁恶心？你嫂子本人就挺恶心。我就说一说，就你就说你听不着，不是你这脸也不是。你就你听我说话，你听我跟哥说一句话吧。你说吧，为啥恶心呢？他怎么就能恶心呢？就是你嫂子怀孕了。不是那个兄弟，听我。嫂子，刚才兄弟说错话了啊！没有，你坐着，你听我解释。对不起，你坐着，对不起。你听我解释去。大哥，啊，你坐着。这就你的不对了，这么好的事咋不早说呢？是不是哪有大外人了啊？嫂子，啥时候怀的？啊，昨天晚上吧。我这就，哎呀，大哥，你太有实力了。昨天晚上怀孕了。不是你兄弟听我说，不是、啊、这个昨天晚上是怎么事呢？这个到昨天晚上你嫂子正好是怀孕三个月。对我明白了。对，昨天晚上怀孕三个月完今天恶心了。对我还合计昨天晚上怀孕今天就恶心，你这胎也太早熟了是不是？主要现在孩子进步都快。不瞒你说大哥，当初你弟妹怀孕的时候啊，也像嫂子似的，那家哇哇吐啊，就恶心了，瞅啥都恶心，就爱吃那辣的。嫂子，啊，是不是想吃辣的了？没。后厨没有。做两道菜，一个香辣蟹，一个水煮肉片，多放辣椒。不是，一会儿就好。不是我，兄弟，不是，
嫂子，啊，这儿有个大葱，你先垫吧垫吧。啊，吃吧，吃吃吃，一会儿菜就好，你先先垫吧垫吧。吃吃吃吃，来来，掌声鼓励鼓励。辣辣不？问辣不辣呀？啊，保证辣的，你肚子里边那孩子嗷嗷哭。宝辣，吃吧，宝辣，吃吧，再来一口，再来一口，再来一口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哎呀，慢点，慢点，那个不是，大哥，大哥，哎，你干啥呢？哎呀，嫂子怀孕了，你也怀了。接着吃，接着接着吃。不是，兄弟来，你听我说，来，兄弟，让他吃。不是你这，你看你再了解呢，没有没有我了解你嫂子啊。你就你嫂子，自从怀孕这三个月以来呀，你天天事儿可多了。哎呦我的妈，这一会儿一个事儿啊，一会儿一个事儿。你看那表情没？啊，那是不想吃辣的。嗯，那个，他是想要吃酸的。对对对，想吃。酸的，龙凤胎，顺口蛋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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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后厨加俩菜。醋溜白菜片，酸辣汤，多放醋。马上你上来，嫂子。啊，这有瓶醋，你先滋两口。先解解馋。不是，不是，没。先解解馋，喝两口，先解解馋。不是，兄弟，你别、啊、别的那个，我就是就是一阵一阵的，这一会儿不想吃酸的了。对对对，不想吃啥，我这啥都有啊。想吃啥你说。想吃啥，啥都有。想吃一。羊肉串有吗？对，羊肉串，羊肉串啊。嗯，那不早说呢呀！啊，门口胡同口不就有一家吗？新开的。对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有新开的呀。赶紧去，赶紧去，赶紧去，赶紧去啊！嫂子，快快快，快去快去快去啊！来，兄弟，快走吧，快走，快走，怎么了？大哥，大哥不用给钱，那店由我开。